好，嘴巴张不开，饶恕我，嘴巴张不开。等一下交代你来讲，不要洗我。我底包更低一点。好，开始哈。Hello， 瑞斯厂，是瑞斯。刚刚已经拆完线，然后现在要从饭店出去买，再去吃饭。什么？哎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们要去那个搜狗。我拆线的记录在 PY 会拍，然后这两天的日常就是我来拍。我一直想说，台北不会那么凉，风蛮大的。台北很冷，好不好？你穿那么少还叫？因为我想说台中蛮温暖的啊。对啊，谁知道台北蛮凉，而且没太阳。对啊，那你会冷吗？我是不会冷，里面都贴暖暖包，好不好？借我一个好吗？拿不出来的，三个都没。我办了。请问会冷吗？会啊。啊，干嘛不拿外套？我的脖子好凉、哦。刚刚谁说不要拿外套的？我想说冷吗？我想说应该不会很冷。后来刚才经过那公园的时候就，珍妮佛罗佩斯。我们现在在捷运上面，然后超级挤的，然后每个人那个手都没有地方拉环，结果中间有人，什么意思？整个栏杆都给他就好了，气死了。吃完东西，然后忘记拍。筷子现在会用了吗？刚刚吃完东西了，然后忘记拍，拍到空了。我们刚才吃类似像舒芙蕾松饼的东西，很好吃，好吃啊，喜欢，很喜欢。而且那个烤布雷很好吃。对啊。这个刚刚吃完，然后在搜狗的地下一楼，走出来了。现在外面下毛毛雨，我们现在往地下街，要去坐回去吗？我们不知道去哪里玩。决定去西门逛一逛，我帮你拿。对啊，你就是拿，慢慢拿啊。我们刚刚决定要去西门逛一逛，刚刚下火车，下捷运。我们来吃这一天加分火锅，加几分？加一百分。328稳不稳？看你啊，一锅。那是特别的，锅就600，哇，这里贵吗？哇，那我们就当没了。剪辑拿手稿，就说因为太贵，太贵了，我们想要吃便宜一点。你自己讲，刚刚那家太贵了，然后吃便宜一点就好。一个人跟大家快400块，我们1200可以在这边吃很饱的，好吃耶。后来我们决定吃这间看起来很厉害的小吃。很多的排队，超多排队的。这间叫天天利萝卜糕，讲话错。你们要吃卤蛋煎蛋吗？卤蛋。有一次我们去吃那个，不是有一次是很多次，他每次就是画错，他眼睛都不注意看，然后后来就点一点之后送了，他说我又不是点这个，他们做错，真的画错。结果后来我们去问店员看菜单，就是他画错。我是老花，他要把它放在下一格吧。有一次我去吃那个火锅，他选那个牛奶起司牛奶锅，他画到起司咖喱锅。本来我还是很生气的，想说为什么要做错，结果后来是他画错。
买了一杯珍珠奶茶。圆圆，你圆圆的，脸圆圆的。好，谢谢。王叔，你的嘴巴张不开。王叔啊，嘴巴张不开。因为他胶带粘在下面。粘在下。这个真好吃，我一直不想吃。你们这么吃完很久啊？你这样吃多少钱？300。他可能100，差不多。刚才那里点不到一口。哼哼。还不到320，是吧？应该是说。对。应该是说那个不过这边很小吃，我就想吃小东西。可如果那个开在餐厅旁边，还有新加坡，所以觉得还好。他吃这个萝卜糕都很难。我觉得这间没有到特别好吃，就是不难吃，但是不理解为什么不排那么多人。然后旁边明明还有两三间，看起来很酷。我觉得下次我们可以尝试吃另外两间。放隔壁的那两间就是平反一下，他们没有排队，说不定他们也很好吃，比这间有排队的好吃。好油，对啊。我们刚才结论就是说他的卤肉饭很不错吃了，就是算湿润的卤肉饭。然后他辣椒看起来不错，我们已经吃完了才发现他有辣椒，真可惜。哎，我要省一场，快吐口。在位置给你。对，它位置很挤，就是要瘦一点人才能吃。对，他说，这边 A5，然后三位，可是我觉得明明就只能挤两位的感觉。对，刚刚他叫我们坐的那个位置，明明就只能坐一位，他叫我们硬坐两位，然后他叫隔壁人过去一点，超尴尬的。为什么你不要把位置排开一点就好了？然后有一个吃饱，他就先走。然后我去外面等好了。我去外面等，他的朋友都还在里面吃，傻眼。这个西产哦。由你挑选，刚好特别。好奇怪，怎么由你挑选。我在看你，那么近拍的，骗他。我刚才本来想说是绿色的，结果绿色好像不太明显，是蓝色可能比较明显。我先吃哦。皮偏厚，然后偏硬，可是它又是好吃的。多少？然后。口味蛮清淡的，没有刚好很肉是嫩的。我这样比较刚好多一点。嗯，我刚刚咖啡清淡，而且没有抹茶的味道。好看，好看。有抹茶味道吗？抹茶嘞，抹茶嘞。那先休假。那你觉得好吃吗？好吃啊，那这还不错吃哦。而且它的鸡肉蛮嫩的。对啊。那你推荐大家吗？很推啊，啊这很口味都可以试试看的。对，大家如果来的话可以吃，就是别种口味。我觉得蓝色感觉很精彩。不过我们刚才有吃正餐，所以有点吃不下，下次再来尝试一下。因为我们就每个点一次。那你就是不要吃正餐，来这里吃七串。十串。有什么口味来？有红曲甜菜跟番茄姜黄南瓜紫地瓜洛神花抹茶栀子花茉莉，总共有十种口味。不过有几个黄黄的，其实长得蛮像，所以大家可以点蓝色，我觉得蓝色好酷。下面还是会起一层炼乳，真的吗？对啊，下面有起炼乳，你看下面有那个汤，它是炼乳。黑砂糖有点烤焦的那种味道。哦，这边焦焦焦的味道。那个汤煮汤煮，全部拿走。好爽哦！你好，韩国王。好甜啊！热换你喝，热换你喝。啊！你要吸我？所以我刚才那表情没有浮夸，像电到一样。炼乳了。不要喝炼乳。不要。
不要然后喝什么意思？不要很甜。你不要喝，然后他来了，你还是喝了。这部影片就到这里结束，希望大家会喜欢我自己一个人长进的影片。那我以后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我以后也会再拍这种影片。希望大家喜欢这影片，喜欢帮我按个赞，记得追踪我跟 PY 的 IG， 还有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哦，终于拍完一集，累死。Rain， 你要 OS 啊？哦，终于拍完，累死了。Rain， 你们觉得看一集 YouTube 十分钟好像很轻松，然后一下就过了，结果你拍一整天其实超累的，而且还要剪接呢。对，还没有算剪接你就觉得有点累，就四个东西要拍，四个东西也要拍。啊、如果 NG 的话怎么办？大不了重拍。啊，如果不能重拍的话怎么办？就没了。炒鸡蛋。卡成画纸板。